本次我们课程升级的 Scale 机器人主要由 PLA 3D 材料打印而成。这个为 Scale 机器人的底座，这个为一轴着陆时间及90度到负90度的旋转，这个为二轴与一轴原理相同实现90度到负94度的旋转，然后三轴为齿轮与齿条连接实现其摄像动。然后本次我们使用的舵机一轴与二轴为 SMG9962，然后三轴为 SG90。我们使用的板子为 Arduino MEG2560，最初为 Arduino Uno，但是因为由于 Arduino Uno 的接口处过于小，而不能够实现一块板子控制三个轴运动，故采用了 MEG2560。